好，你好啊。所以我现在要分享的是关于这个 这个旅 Auto Respond WhatsApp，OK，它是去 Play Store，一定要 Android 的手机，OK，Auto Respond。如果要 Facebook 也可以拿 Auto Respond WhatsApp 咯，这样子，OK，这个咯，第一个下载了过后，OK，我们就去到 App，它很容易操作的，很简单。OK，我们进到去 Auto Respond WhatsApp，你看啊。OK，这些哈，OK，我 example 啦，我 example，通常顾客会问你啊，example，你的店在哪里？OK，很多的顾客会问我们的问题，大致上可能就是那来回十个问题里面，OK，你的店在哪里？OK，然后 similarly match 就是在哪里啊，他也会弹出来，OK，你就写地址哦，我的店啊在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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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就打勾，他就到时候一在 WhatsApp 里面，他一点对他到这个字啊，他就弹出来了。OK，你看 Bank Account，看这个 Bank Account 啊，就弹出来了。哎，我的公司户口，这个呢会让我们的团队或者让我们自己可以省去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因为那些问题来来去去，你看地址啊，地址，给你的地址一弹出来哦，我的你好，我的店在这边，地址 Web。啊，这些所以很方便啊。然后，如果你问我第一步的话，OK，第一步我来这边。如果要做到比较专业啦，OK，要做到比较专业，OK，你可以做 video。如果以我现在的看法啦，你可以做 video。你看一开始是写语言，OK，一开始我是问，OK，这个今天有遇到一个顾客，一个朋友，OK，这个。OK，一开始你看啦、啊，OK，会先写语言哦，语言欢迎来到蛇变，你可以，你也是可以做成哦，你的产品的，等下我再分享怎样做产品。你看先写语言，看他是马来人、印度人还是华人，如果都你的顾客没有马来人、印度人就不必咯。先写语言，你看顾客你好，我们现在除了有做维修、上门维修、7号售卖电子产品啊，你就可以8号的时候你可以 create 一个 shopping link 给他咯。或者你可以做一个像这样子，等一下我再分享，OK，都可以做 link account，因为我做的东西就是相关 IT，有做修理 smart home 申请 Unify 啊，你看顾客按9号是售卖各类商业系统，OK，九号，你看我们会问你九号你的行业你之前用过什么系统，如果你要申请津贴啊，我们现在也有啊，我们都有售卖，你说哪一个啊？13、14，example，OK，这样如果你说，哎，我想要，我要给顾客看我的产品，你看啊。OK，要给顾客看我的产品，这里商业工具，看目录，看我的目录啊，你看到吗？你看 printer 产品跟价钱，OK，printer 产品跟价钱，你看320，3年 warranty，啊，这个价钱照片罢了吗？499，啊，你看730，这个哦就可以生成一个，啊，看转发，OK，比如说我发挥给自己，你看，OK，这个哦你可以生成一个 link。看啊，可以，看这个，OK，通复制连接，这个呢，你也可以变成自动回复。哎，我们的产品有在这边，我们的产品有在这里，然后你们可以看，一按下去，一按查看目录啊，你看 printer 产品、laptop 产品、desktop 啊，你可以做一个目录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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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啊，顾客就可以去选择你的产品，所以很方便。其实顾客要问的问题哦，我们追根究底，再回 marketing。哦，你有卖什么啊？然后你有卖什么产品啊？价钱多少啊？店在哪里啊？有没有送货啊？等等等等这些问题，其实都能，我们都明白的，啊，我们都明白，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年，这样你就能够知道顾客大概是问什么。可是哦，你发现到吗？当我们这样子自动回复的时候，当然不全部机器人，可是顾客觉得你专业，他会对我们比较有信心的。看啊，因为人家没有这样做，我们这样做吗？所以如果我们的同行没有这样做，我们这样做的话，是不是对于不认识陌生的顾客来说，他会比较认为我们比较专业呢？这是肯定的。看我甚至还有写一些，你看啊，为什么顾客选择我们？我跟同行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的 company profile，
我的为什么顾客会选择我们？这个也是可以放一开始的，让顾客可以马上对你有信心啊，让顾客觉得哎，你好像很专业，贵一点我也甘愿跟你买，因为我放心。看我有使命、愿景、价值观给顾客看，然后啊，我们有十二种跟人团跟其他同行不一样的，这是我们的好评。然后我们的 company profile，我做过的顾客，我们的企业 video 等等照片这些，啊，就能够让顾客觉得，哎，哇，你好，我觉得你很专业，即使你东西贵一点，我都会跟你拿的。正常，让顾客给的评价，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跟，会叫顾客给我们好评，啊，这些啊，就红心呢，就是好评啦，啊，这些红心啊，顾客会去看，哎，就慢慢一，他就能够很快的。对我们马上增加信心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容易签单了。你看都是红心啊，我们就容易签单成功。所以这些是属于 marketing 啦，marketing。然后我们有做什么？我们的电话号码、我们地址啊，这些我们的 link 啦、哒哒、Shopee 等等啊，这些是 hashtag 啦。所以希望我的 video 可以帮助到你。嗯，加油啊，加油！所以虽然真的是一开始很花心思来做。可是，相信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顾客会比较容易跟你签单的，因为你跟别的同行不一样。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你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有什么问题再联系我，加油啊！